咱真感谢咱有一个足吨位真大的讲师哦哈，他是教授级的，咱董教授听讲顶头尖，董教授你的，董教授那个手机放下来啦，来了，去讲咱的台湾文化，所以伊足听咱这时大人吼，每礼拜的拜四下早起十点到十一啊，十点到十一点啊哈，拢伫新化教会，阮的关怀古典吼，有对台语有兴趣的人，请你拢来上课。中昼唔免烦恼，阮有准备中昼顿，食饱较做伙顿去。所以吼，有通学，佮有通有交朋友，佮有通食中昼，安尼有好无？好。所以长照二点就是那么好吼，所以咱好好利用咱咱社区内底的古典吼。好，咱把时间搞好，咱来聚点台语文化班。阮是新化酷爱社区关怀古典台语文化班，即马要来朗诵一首台语诗，愿主感谢作者方鸿渐，感谢天，搁感谢地，感谢天，搁感谢地，感谢祖先开垦汤后辈，感谢祖先开垦汤后辈，感谢父母苦心地栽培，感谢父母苦心地栽培，感谢老师牵导教鼓励，感谢老师牵导教鼓励，感谢同学成长来陪伴，感谢同学成长来陪伴，感谢乡亲团结进社会，感谢乡亲团结进社会，感谢朋友关怀来相找，感谢朋友关怀来相找，感谢贵人相助才起飞，感谢贵人相助才起飞，感谢你的导师全机会，感谢你的导师全机会，感恩听受放心对啊，放心对，感恩听受放心对啊，放心对，本书感谢，咱再次来给咱董教授热烈的掌声，感谢伊给咱开。